野球发出来，哎呀，这个球跟中诚的对抗，周鹏是掩面倒地，裁判员的哨子应该是直接指向了出界球。我们应该看看慢镜头啊，这边是赶紧看一看有没有出血，有没有出血的情况是非常的痛苦。看看严。哦，这还真不是中，不是中诚，这样是赵继伟。赵继伟，赵继伟在抢球的时候应该是在看啊，就这一下啊。啊，这一下蹭到了，因为眉骨的位置呢非常脆。对。还好，问题不大。嗯，但整个眼睛一下也是啊，还说得对对，换人看不清了，双眼啊，需要换人调整一下。嗯。让任骏飞带着四次犯规，还得回到场上。